镜头，臀部左右摆动，兔年应景穿上兔子装，最右边套上粉红兔杯少玩偶，是女星徐伟宁，活泼搞笑，就连丈夫邱泽也扮成一只兔子。黑色上衣带着小小的兔耳朵，邱泽露出微笑，徐伟宁脸上还画了胡须卖萌，两人难得同框合体，把握过年相聚时光，参加亲友 cosplay party 展现逗趣的一面，同样是银色夫妻档，林心如霍建华甜蜜放闪。霸气拥着林心如入怀，甜蜜合照，霍建华一脸微醺，小两口还在聚会上高歌，唱得超级陶醉，网友纷纷留言眼神有爱。27号林心如欢庆47岁生日，也抛出舒淇、林熙蕾等好友接力为她庆生，笑说蛋糕都实实在在吃下肚要胖到翻过去了，也特别感谢丈夫精心安排的惊喜。以爱妻英文名打造霓虹灯灯饰，身为派对布置厂商的网红造型气球柯南透露，霍振华亲自前往查看布置，令他超惊喜。而当天姐姐带着小孩来现场，霍振华留意到孩子在熟睡，先是亲切微笑，还问气球会不会太吵，不然推车推过来他能帮忙顾小孩，他也有照顾小孩的经验，甚至还包红包给孩子。看完成果后不仅给予称赞，还大方再度包出两个红包，网红透露每一包都是2000元，直呼第一次遇见这样的艺人，也意外曝光霍建华私下超暖面貌。 TVBS 新闻庄晨宏庭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